小燕在吃小兽，是不是跟爸比一样呢？是把指头这样的，可是他比爸比更厉害，因为连大拇指都一起进去了。啊，终于捕捉到这历史性的一刻，因为小麦这样做已经两三次了，只有今天才捕捉到。爹地，爹地也是左手吗？对啊。哇，厉害哦。